喂，啊，安娜，哎，你在哪儿打电话？爸，你别担心，我一会儿就回去。你在哪儿？我在外面呢。你是怎么出去的呀？哎，你什么时候出去的？爸，你先别急好吗？我待会儿就回去，都给你解释清楚。 雨晴，安娜跑了，她不在屋里。啊？怎么可能呢？你不说她在呢吗？哎呀，她给我打来电话了，说她现在在外面。你看看。早知道就不打了，现在他们更担心我了。没关系，我们一会儿一起回去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回去吧。不，我一定要跟你回去。你就不怕我妈，她把警察叫来吗？ 不怕，安娜，我要跟你结婚，你爸妈这一关我必须面对，我要得到他们的祝福，让他们原谅我。这怎么可能呢？这怎么可能就出去了呢？这门窗焊得好好的，这怎么可能就出去了呢？ 什么时候出去的呀？怎么出去的呀？哎呀，你问我，我问谁去？这防来防去的，一个大活人从咱们眼皮子底下给跑了。哎，他刚才不是给你打电话了吗？他说他在哪儿了吗？没有。跟什么人在一起？没说呀。那你给他打一个电话过去啊。呀，安娜的手机我不是给收过来了吗？他是用别人的手机给我打的电话。 啊，同学们，今天的课就先上到这儿吧。啊，大家请吧。好，再见。师傅再见。再见。师傅再见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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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再见啊。可以啊，你现在跟安娜在一起吗？啊，她从家里跑出来了。哦。 我在那个酒店，见我网站的编辑呢。啊，好嘞，嗯，阿姨再见。嗯，这下好了，把安娜她妈也骗了。她要是知道了，以后真的不知道怎么面对她。安娜没有跟高雅在一起啊？没在一起。 就奇怪了，这孩子他怎么跑出去的？昨天晚上睡觉前我还到他房间看了，他在家呢。等吧，他在电话里说了，他马上就回来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徐小姐找到他们了，在哪？在郊外。 一个山上，需要现在过去吗？那边有徐小姐就够了。待会儿你小心点，万一我妈把你撕了。放心吧，不管你妈要骂我、打我，我都会忍着。志军啊。 我现在都还觉得，一切像做梦一样。就算做梦吧，反正我们在一起了。你好，我回家。啊，你好，陆小姐。 哎，拦车！卢小姐，你对不起，你们不能进去。为什么呀？你可以进去，他不能进去。你有什么权利阻止我带我朋友去我家里啊？
谁都可以进，就他不能进。哎，他是业主啊，你们凭什么不让他进去啊？我知道他是业主，他可以进去，你不能进去啊。陆小姐，你可以自由出入，你车上的不可以进去。如果我们放他进去，我们的饭碗就没了。 喂，哦，赵经理，怎么了？什么？哎，陆小姐，对不起啊。赵经理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这家我是回不了了是吧？不是，这个真对不起陆小姐，您现在可以进去了。哎，抬杆。 经理，你怎么把他放进去了？于总让放的，你看吧，这下热闹了。安娜，嗯，你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一会儿，不管你爸妈对我是什么态度，你都不能跟他们发脾气。我不希望你跟他们把关系闹僵。我知道，但我怕我妈对你不客气。安娜。 你是他的女儿，你妈做的这一切都是爱护你，怕你受伤害。将来，如果我们有女儿了，我相信你就会理解你妈妈了。但我不会像她那样，不分青红皂白，用爱的名义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。我相信你不会这样。不管怎么样，你不许吵架。 不能跟他们发脾气。嗯。走吧。 安娜，你记住，不能发脾气。嗯。